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周六好啊！我是鸽子，这里是迷你世界。今天我又来给大家分享万人号了。这个万人号呢是应用宝的，很多小伙伴们问登录密码是多少啊？你稍安勿躁，往后看，在节目的后面呢，我会告诉大家的。对了，没有皮肤的小伙伴，你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哦，我每天都会抽小伙伴送永久皮肤的，记得点个关注不迷路，皮肤送到你仓库哦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万人号的图鉴方面呢已经全部都解锁了，而且它的家园是15级哦，很高的等级了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装扮拥有方面也是非常的全面，还有这个基本上大多数皮肤它都有，所以说呢体验一下还是不错的。尤其是这个德古拉六世，它呢是一款吸血鬼皮肤，也已经绝版了。这边呢是这个坐骑，坐骑的话有五个，这五个坐骑呢都非常不错。对了小伙伴们，这个炎狱魔龙的话最近是可以抽奖获得的，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6万粉丝呢我会抽一位小伙伴送给他2000个迷你币，他就可以购买炎狱魔龙皮肤啦。2000个迷你币呢我算过是完全没有问题，可以在家园中抽300个碎片兑换炎狱魔龙的。我们看到角色呢也是全部都有。那现在呢我就把这个万人号的登录账号和密码公布给各位小伙伴，你们就可以去登录啦，记得是应用宝的哟。好的，我现在给大家呢试着登录一下，以免小伙伴说这个密码用不上。看，没有问题哦，直接可以登录上去哟。好的，那小伙伴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快去体验吧。